活泼大方，充满热情。十四位古灵精怪的宝贝，脸上散发无比的自信。相信在今天的运动会上，一定会有耀眼的成绩。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生，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哦。我可以看得到我们云芬国小这些高年级同学哦，这么有活力哦，而且脸上都充满了笑容哦，所以就看得到我们正面新校长在这边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啊。大家动作那么的一致哦，对，现在是我们老师可能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哦。这个音乐下的作，谢谢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们。好，最后一位。